喺度為四川嘅災民籌款。今次咧四川呢、這個地震咧，造成過百萬嘅災民咧，事出好非常之突然。我哋亦都睇到咧，香港同內地其實係血濃於水。我希望大家都支持我哋民建聯呢個活動，有多就捐多，有少就捐少，最緊要係一份心意，為我哋同胞獻上我哋香港人嘅一份愛心。